这里也是一个工业园，这里也有找工作的，看一下。长白班20块钱一小时，工资都是差不多。这是小时工的，上面是正式工的。这个是刚才那个赵工呢给我的一张，工资有点离谱吧，7000至9000。大家有没有进过这个厂？这个星源电子科技，这里是麦瑞旁边的一个工厂，叫飞荣达，也是很大的一家工厂，具体里面做什么的不知道。旁边有招工的，我们走进厂门口看一下。大哥，这个厂招工吗？他做什么的？做手机的。手机材料的。啊？明天来可以吗？明天8:30过后。好好。上午8:30过后，下午1:30过后。上午8:30，下午1:30。过后。过后。福利好的工厂跟福利不好的工厂差距就是这么大，隔壁的麦瑞医疗挤破头都进不去，而且现在不招工，就算是招工条件很苛刻的，一般人进去的话很难。但是隔壁这个工厂听了保安说是做手机材料的，天天招工，一年365天都在招工，应该福利待遇很差，所以说天天招工，不然的话不会天天招的。所以说有些工作是不要你的，有些工作呢要你，但是你又不想来，那真的是没得搞了。现在找工作就是这么难，适合你的工作你永远找不到。这边全部是招小时工跟正式工的。招工难呀，现在。